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来的是镇定古城，这是一座生活在美景里的城市，这里的风景非常好，非常美丽。如果你要愿意来的话，可以抓紧时间过来看看。现在这是五一的时候，人也不是很多。竹林听风，那边是竹林听风。走。一开始买这个小狗就多了吧。东门，东门在哪儿呢？这儿有一个书吧，这里边的书都是各界的人士捐赠的。这是由于疫情的情况，可能现在这个书吧还没有开放。前面呢有一个小湖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湖的夜晚是什么样的。哎，那你们今天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湖啊，刚才还有青蛙的叫声，挺漂亮的。这儿有一幅特别好的宣传画，众志成城抗击疫情。也希望咱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疫情都能够马上下去。中国人是向往美好生活的，中国人也是爱好和平的。好，咱们到这个前面一个桥，彩色的桥，咱们走一下。不往过走了，往那边走，沿着湖边走走看。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是咱们的镇定古城，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古城吧，也有很长的一个历史了。这个两边有很多这个青蛙的叫声。追逐，前面那个湖里大家能看到稍微远处一点那个亮的黄色灯光，那个就是廊桥，很具有中国的这个古香古色的味道。
青蛙的叫声。刚才问了一下一位大哥，说从这里可以出去，有一个小口，出去以后咱们到那个很具有古香古色的商业街上，咱们看看去。阳光奶茶，蜜香奶茶，美味沙锅，奶昔，炒香米，水果捞，各种冰镇饮料，矿泉水。重庆酸辣粉，食材新鲜，口味正宗，本地消费。